这是我的圣经，圣经所说我是谁，我就是谁。圣经所说我能作的，我就能作。今天我将会被神的话语教导，我现在勇敢地认信宣告，我的思维是清醒的，我的心是在接受着的，我将会永远的不一样，我即将接受那永不腐朽的，那永不被毁灭的，是永远活泼长存的神的话语的好种子。我将会永远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将会永远的不一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